班啊那些钱要加上去，差不多就5000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在这边待遇很好的了，高，我很满意。差不多，我们还要买社保，退休金都有啊，自助公司都包吃包住的，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在这吃。还行，可以，反正就两荤一素嘛，不是三荤一素嘛，还有汤啊什么。家就在附近，然后我就是回去的。我的话，我是刚来的，差不多那个3个月了，还有加班费啊那些都有。大概拿下来的话，差不多6000-5000左右吧。我们的未来发展的话是大概增加10条线的发展趋势。10条线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？一条线大概整体100个人左右，10条线大概在800-1000个人左右的就业。从目前我们是包吃包住，包括五险，我们员工大概在5000-6000一个月。目前在拉萨这个员工这块的水平大概在中上等水平，中往上偏，70%的是西藏本地人，30%左右的是其他的地方人，有全国各地都有。根据不同的员工的心理状态，我们会多做一些思想工作，让他们都会有比较开心和快乐。我活动很多，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有。我是这样的，员工我每个月组织一次，就是员工里面有生日，那么我集中一起过，那么就是弄点菜啊，搞点烧烤啊，我全体员工一起舞钢舞跳跳，喝喝酒啊，玩玩开开心，我每个月都有。那我比如说像过年卡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也做，然后每个月过年卡我们也弄点。